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佑明。Hi， 我是 Iris。我们今天来到哪里？我们的秘密基地。因为呢，这边是我们职人的产品的拍摄现场。对，所以新品呢，就是要来这边堵它就对了。我们给大家看一下，这么大的工厂，超大摄影棚，超大。对，大哥。Hi。好久莫名其妙。对，他就我们来乱嘞。好看一下就好了，因为其实这个我们平时是没有对外开放的。那我们今天呢，有一个特别的来宾。男生女生？女生。你想怎样？我们先欢迎我们的小姐姐米娅。哈，大家好，我是米娅。你 A 也是要漂亮哎。东安雷啦，怎么会有人这样子？你要选谁？我选你，选你。眨眼。上次呢，对我们的陶板桌还有印象吗？是伸缩的那一组。现在我们出了一个公版的尺寸，140公分×80公分，这个是适合每一个家庭使用的。知道这个是上次你有介绍过。对。在上面煮火锅，对不对？对。他差点被开除。耐磨、耐刮、耐热。这桌子也太坚固了吧？对啊，产品那么坚固，可以用那么久，我们都要担心我们会不会失业。我们也就有认真做功课，没有做功课的可以去看影片。接下来好像有介绍一个新的东西，介绍我们的椅子。开发了6个颜色。那、另外三个嘞？另外三个在这里啊。哎 ，Alex， 你最喜欢哪个颜色？我喜欢那个绿色。为什么？因为我的开皮花。那你呢？我比较喜欢这边，这算比较经典吧，而且也比较低调，然后绅士风的感觉。我比较喜欢薰衣草紫，觉得它蛮浪漫的。它其实它质感非常好，然后它虽然是仿牛皮，但是它比牛皮更好清洁，只要说湿毛巾擦过就可以了，也不用说像牛皮说哦一直需要保养它，我真的非常适合我们年轻人。来到工厂都是新的东西，不多介绍一个不是很可惜，所以我们今天再介绍一个，就是这个多功能茶几。他说真的是 V313 欧洲的系统板材，那它就是强调耐磨嘛，气泡麦。刮下。那它除了耐磨之外，它还耐高温、耐热。板材呢有很多颜色可以选，它除了这些颜色之外，门市还有其他颜色可以选，那就欢迎来门市找我们选颜色哦。那我们筒色的部分有这2个颜色，除了面板还可以换颜色，连筒色都可以换颜色，你可以依你们家的风格再下去做搭配。它功能其实非常多啊，佑敏，你帮我拉一下这个。这个就椅子啊。对，椅子它不只是椅子。它还可以收纳，对这个，对啊，它空间非常的大、很深哎，小朋友的玩具都可以丢进去，而且它的材质是猫抓布，所以养猫的人就不用担心那个猫会想把它抓破。那它的收纳就只有椅子吗？还有前面这个抽屉，哇、很深哎，对，而且你看它的扶手啊，是做圆角，小朋友啊就比较不会怕它受伤。像我们后面的部分呢，这个空间收纳其实也很多，你看2个门，然后一个抽屉。其实它空间都非常多，而且你看它的门啊，我们五金都是用比较好的，然后它还有缓冲的功能，比较不会怕小朋友突然就夹到手。听说这个好像还有一个最终极的秘密武器，其实它是可以升降，示范一下，可以打一打，变两个桌子嘞，变成餐桌。餐桌，这个高度很刚好哎，你看如果我们是吃饭啊，就可以坐在上面，因为其实很多小家庭他不一定会买餐桌，其实买这种茶几就很多余，可以当餐桌又可以当茶几，然后对面呢还可以监督小孩子写功课，对，一个四轮，四轮。它有一个很棒的地方，就是它这边会有一个安全扣，扣上去呢就不会怕小朋友去推啊。所以意思他说，这个安全扣只要扣下来之后，它的整个桌子就不会动了，这样。对，它就不会动了。真的要防小孩子像夹伤。对对对，除了收纳厉害之外，还有板凳。这样还不错，直接开两局，直接打麻将了、打了啦。原本的大小是60×120公分，那打开之后呢？120×120，你又要考试了吗？对对对，有在看。除了安全扣以外呢，在它的升降好像再有一个安全机，我们来试试看，轻轻的推下去。真的，慢慢降下去，它可以让小孩子就是安全，对对，它不会夹伤，很贴心呢。这么好的东西，所以大家一定要订购起来。来，我请大家吃东西，谢谢。哎，大家。所以现在是怎么样？在在录吗？在。在之前我们在拍什么？就你也在拍。你为什么？